自心起念的，还念自心。这个念佛佛号是从自心起来的。啊，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就是自心，就是自己的真如自心，就是自己的真心。那真心就是佛号，佛号就是真心。依佛果觉，作我因现。这句佛号是阿弥陀佛的果觉，究竟圆满的大觉。我今天就念这个佛号，往生极乐世界去成佛，把这个佛号当作我的因地心。心跟觉是一，因跟果不二。那是固定因心，顿通过去啊！啊，顿当下就是啊，没有前后啊！啊，现在就是过去啊！信愿念佛，这一句佛号。就是过去，果觉在现前，没有前后。因心果觉也如啊，不二啊。助于念佛了，心因不坏。哎，念头就住在念佛上。心里头只住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这就是助于念佛啊，这个心印永远不坏，一切时一切处它都不坏，功德之宝，正是此心，故此心印称为宝印。念老这句话总结得非常好啊，功德之宝就是这个心，就是念佛的心。心念之名，一心专念，这就是报应。弥陀大愿，普度众生成佛。唯见此愿，故大开法藏，广施无尽功德，所言无上之宝，即此信愿持名之真实法宝也。这四个字出现了，信愿持名。啊，心愿之名重要啊！这几句话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句句是真言，真实语。
啊，特别是说出功德之报是什么，就是这个心。这心是什么心？真诚、恭敬、求生极乐世界的心。啊，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，妄心就错了。啊，用妄心就不是功德福德，那差太大了。啊，福德充其量你升天，升欲界天，色界天都没指望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欲界天寿命长了，啊，桃地天上去，夜摩天，夜摩天再上去，斗率，再上去，自在天，最上面他化自在天，欲界六层天呐。啊，不需要禅定啊！念佛不求往生，可以达到这上面。但是，寿命到了，再往下堕落，不会向上提升，肯定往下堕落。啊，这些因果报应清清楚楚。寥寥分明，我们不干这个事情，我们求生净土啊，求生净土，这才是真正是报应啊。下面弥陀大愿普度众生成佛，大愿在此地，阿弥陀佛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，为见此大愿，所以大开法藏，广施无尽功德所言之无上之宝。这个无上之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用这个方法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教学，佛在那里干什么？今现在说法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现在。那他的教学没中断，学生在能听经，听到成佛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才会离开讲堂。没有到彻悟，他不离开讲堂。那个地方人不需要饮食，方便呢、啊，无量寿啊，不要饮食啊，所以他的盘腿一坐，坐上一千年，坐上一万年，很平常的事啊，不稀奇啊。啊，大彻大悟，他成佛了。啊，成佛他才起咒，啊，是他离开讲堂，没有大彻大悟，不肯离开讲堂。你看，离开讲堂都成佛了，都彻悟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信、愿、持名，真是法宝。啊，助于念佛者心因不坏啊。我们这个念头住在念佛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心因不坏，实为一大藏教之眼目，
那就是一大藏教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啊，这眼目是最重要的啊。一个人有眼目，他才能看得清楚啊。要没有眼目，是一片黑暗啊。这个眼目是大放光明啊。持名念佛时，就是心因放光时。故云：“一声佛号，一声心。”这句话说得好啊！啊，古大集经曰：“若人但念。”阿弥陀，世纪无上神妙禅啊！念佛要不要再学禅？不需要了。为什么？禅在佛号当中。啊，这佛号不但是禅，是无上深妙禅，超出了禅宗。为什么？禅宗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他这个佛是分正佛，不是圆满佛。啊，为什么？无明破了，智慧开了，无明的习气没断了啊！断习气可不是容易事情。那为什么没有方法断？你有方法就起心动念了，就往下堕落了。这个时候不起心不动念的，用什么？随他去。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。多长时间？3个阿僧祇劫。啊，3个阿僧祇劫，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才真的究竟果位。那么净宗不需要啊，净宗一下就可以能成就，所以他是无上神妙禅。这于上之语，我们对上面讲的这些话啊，宗经录所讲的，大集经上所讲的，真正能够相信，你看若能信受，即是蒙福圣恩啊，为我开智慧之眼，得光明之身呐、啊。上面心因之语，亦即是如来心心相应之音，以助足一心传心之心，开此宝印，分身难报啊！这个恩德太大了啊！这一段他所引的经文啊，引用的祖师的语录。非常宝贵啊，能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啊，能帮助我们功夫得力啊，但是要真心啊，没有真心不要紧，多念呐、啊。念上100遍，念上200遍，念上300遍，就不一样了，自然能够起入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。
弥陀佛。